平常场空间计划，我是苏爸，今天就是要来抽奖，就是在自己家里附近有一间百货公司，别的地方没有的百货公司，就是仅此我家里附近的一间叫做阿斯塔的百货公司，就别的地方没有，然后就要来，就是集五百点，不是五百点，不好意思，集十点就可以抽奖，然后就可以像那个卡通，就是日剧常看到的，然后可以就是转来转去那个，然后会一颗球跑出来那个抽奖的活动。所以我现在就来抽，看看会抽到什么东西。Let's go！ 对，我抽到一张500阿斯塔买东西，500块，来看一下。好了，还不错。那今天就是小小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拍一片给大家看。就日本很多那种，就是那种球的那种抽奖啊。如果大家有来日本的话，可以体验看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有喜欢我影片的人，记得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点个赞，顺便到我 YouTube 点个订阅哦。还有这两边有我之前其他的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点进去看看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苏大跟你们说声。